官昨天晚上歹徒公然持枪攻击派出所跟警察同仁，这个案子经过我们全体同仁在第一时间拦截围捕，在30分钟之内啊，就将歹徒啊一视的警力制服，逮捕到案。那整个案子的他作案的动机，还有相关枪械的来源，我们会全面侦办，深入的追查。因为他是穿着防弹衣，可见啊是有预谋，所以这个部分动机我们还要再深入的加以追查。当然，对于派出所驻地的安全，同时我们也会来加强。另外就是昨天10:51，他枪击警服派出所之后，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110立即发布拦截围捕，我们线上所有的警网，包括在派出所里面的警力，包括桃园分局临近的分局，全部动员到线上来追捕。在追捕到这个地点的对面，就是立行路这边的时候啊，歹徒停红绿灯，我们同仁要追捕他，要他下车的时候，他公然向我们同仁开枪，造成我们蔡姓同仁肩部中弹，紧急送医。那蔡姓同仁啊，他是非常认真优秀啊，在历次勤务当中，尤其拦截围捕的勤务当中啊，他都是这个一马当先啊，这个冲第一个到线上啊去缉捕歹徒。他非常年轻，111年10月份才毕业分发我们桃园分局埔子派出所。他的父亲啊也是警察同仁，他昨天的伤势啊是从左肩贯穿，子弹留在后肩膀。那也非常感谢长庚医院全力的救治，昨天连夜开刀之后啊，把子弹取出，目前啊已经在病房休息当中。昨天晚上我们警政署黄市长去探视他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一位蔡姓同仁还跟我们署长报告，他要继续留在埔子派出所，跟埔子所的同仁啊一起同心协力啊维护这个辖区的治安。他的精神啊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事实上我们现在第一线的同仁啊都非常年轻，他们的斗志士气都非常的高昂，碰到任何的状况啊都是一马当先。所以啊，我要在这边呢、啊、跟我们所有第一线的基层同仁致敬，谢谢你们一直为了桃园的治安啊在冲锋陷阵。那刚刚提到在这个点之后，我们蔡姓同仁虽然被枪击肩膀受伤倒地以后，他还是连续对歹徒啊开了12枪，造成歹徒轮胎啊都破了。所以歹徒逃窜到永安路的时候啊，被我们线上的警网啊用前后包夹的方式啊把他包夹住，但是歹徒在那个时候啊还是在做混兽之斗，还是对我们同仁开枪。我们同仁啊用优势的火力啊压制他之后啊，才把他这个逮捕到案。我想对于任何歹徒挑战公权力的这些不法的行为啊，我们市长也一再的强调，绝对没有任何容忍的空间。我们桃园市警察局也绝对有信心、有决心、有能力维持桃园市的治安，也请所有的市民能够给我们警察同仁支持还有鼓励。